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哎，我们这一次九周年的新难关呢，哈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会有超细的新难关。那么，呀，被动上面需要超细的敌人存在啦，哈，才可以完全发挥的角色，似乎有机会稍微往上升那么一点点吧。呀，我们的这一张紫黑雾 Roger 上嘛。感到一夜，感到他的出场时刻即将要到来了吗？我刚来，但是就希望了官方的这一次，哎，新难关可以让他多一些些发挥的机会。OK， 那么就自从全球活动之后，哎，再一次把他给拿出来吧，作为主力了，因为很长了哈，他都是站在后面的位置，哎，来使用 block。哎，都可以攻击敌下，防御大幅上升嘛。超细的敌人存在时，必定二回追加攻击，高确率必杀技发动。哎，必定追加攻击，高确率必杀发动。超细的敌人存在时，必定追加攻击，高确率必杀发动。超高确率，哎，高确率必杀发动。呀，这个就是之前被人家大家诟病的东西。啊，超细特工很烦。那么这次官方把超细的超难关放出来，似乎就比较好一些些了哈。OK， 那么这次的话，就先让他在我们的八周年纪念战热身热身吧。哎，对，世界混乱的 support memory， 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OK， 这个顺位还不错，至少紫黑雾直接就登场了嘛，哈哈。OK， 七，嘛，反正这边来讲的话，等一下，素鼠的扎马斯，素扎马斯，他就会回血20%嘛，所以还行。哎，对，811万。不过老实说，紫黑雾的前期啦是相当的难搞，就是了啦。哎，对，404万起头，有位。哎，多达，奥利亚，莫多，高确率很棒。再来，哎，高确率有料。最后的话，22点的连击还是23点的连击哦，看能不能丢出去呗。干吧嘞！啊靠，连了个普攻，我真的是唔知讲咩好啊。哦哈哈，必杀来了！哦，这个很痛，绝对痛。不过还好啦，因为速扎马斯在这边可以多连到一条那个冷静的判官，防御力其实算是还蛮高的，直接毁灭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紫黑雾啦。我重新进来，我靠，直接被干爆，完全就吃药，我记得吃药，要修。OK， 这个样子呗，冷静的判断之外全连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直接一个字。哇，这边的话其实还是蛮可爱的。必杀可以不可以请你开在一号位啊？这个双人，要不然又要飞啦。我操了西，超可怕的。哦、oh, yes， 哎、yes， 这一次幸运 lucky， 不能堵在后面两位身上啊，后面两位会死啊。啥？512万，连接得当的时候，哎，火力就上来了。紫黑雾第一发，哦呀，哦还会行了。紫黑雾第二发，高确率，看这一轮能不能四连必杀哦。上一轮二连必杀罢了，好惨。哦呀，哎莫多，哎哎靠北，高确率就是这个样子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个就是高确率。这就是不过二的定律吗？连击都只连两下，我、oh, 靠，50%的辅助不如冷静的判断。
OK， 这个超久远的这个立陶宛，妈现在已经是哦吼，看到没有？我靠，就差那几滴血罢了喂，也好死啊！差点就挂掉了，有没有？OK， 啊，还是四颗珠吧。不过我和黑马后，我们就稍微回血一点点，妈40%的回避力。相信是可以的，哎对，而且这边的辅助哦，1470万，只要一个开动，还没得1000万，哇，这个真的是煞风啊！可是血量维持到这么低的状态啦哈，哎对，被动被动，还没叠上去啊，被动哦，要修。好辛苦，没想说紫黑雾真的有这个未来吗？紫黑雾，你真的会有未来吗？万吉 ，OK， 看一下哈，23223333，38405，38万的防御力罢了喂。好惨嘛！不过还好这边全部都是普攻罢了。哎，大丈夫です。还是啊，1375万，好厉啊！可是祭头斩是很爽，哎，什么祭头斩？这个合体斩是很爽，可是紫黑雾完全没让我爽到哎，我只看到他很痛苦。然后血量维持不住，还变身不了。可是下一回合一定是要开卫生，不开卫生会死人诶。OK， 再来魔斗，哎呦哎呦哎，连击了，哎成功连击到了。看下一轮登场了哈，防御力有没有办法气到比较高的地步？哦魔斗，哦杀！但是火力400多万的火力，可爱，好辛苦啊！啊不到，啊没啦！哦死！哇，这个咱们就是爽啊 ！OK， 这么个样子，然后 Wiz 开一下啦。不回血不行啊，这边回一点，这边再回一点，然后再配上 Wiz 应该算是还蛮 OK 的啦，只想那个树的黑雾，树黑雾梦扛得住你完了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白龙彩星大佬啊，这个即将要在我们的这次9周年复刻嘛，好不好？不管是谁啦哈，一定是要把它入手啦，真的是没有抽到把它换下来，极细啊，极细。因为这次的新关卡较难取啊，比较容易，应该是会很需要用到它了，哎，应该是很需要用到它。619万，不过来到这个阶段，它算是比较保险的啦。哇，可是血量回不上去哎，血量上不去的话，很哑巴嘞。这怎么打？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能不能回到比较多血？只有两颗珠，就对了呗。不过算了，九十万的防御力啦，妈傻死个，只要让他全力发挥，哎，这个就是可以吹上来的嘛，呀呗。可是现在已经是第5回合了，才90万的防御力，没有啦，他只叠了2个回合去达到90万防御力这一点。
还是需要赞赏的啦。那当然也是因为有辅助在啦，可是第一回合真的是想死啊，臭亚贝。而且蓝区的那个一定会变到更强嘛，所以他的叠攻防叠防的那个速度呢就要更高才行。不过好在这个紫黑乌拉他自带彗星啊，这一点就还不错，即使敌人的减伤高，他的彗星活力还是可以有表现的、啊、对，三发必杀哦，气不气。不过说紫黑乌的那个动画演出啦真的是好好看哦，他前面在那个摆那个姿势的时候呢，那个突然间他的气流涌动，然后把他的悟空的衣服的身形给照现出来那一边，那个比赛真的是很帅，帅烂啦。嗨科技，然后这边的 Wiz 我还是要开，我主要就是不要让血量压下去罢了，唯一的要求血量不要掉啊。OK， 一个子，再带一来几次。可是这边会不会把对面烤到不要不要的？亚贝罗，哎对，好啦，我的紫黑雾。还没办法变身，这个只是多么多么痛苦啊！被动叠不满的啦，用这塔其实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嘞，就是变不了身，然后被动叠不满这样子的状态，然后把它用在三号位，它的被动更加叠不满，这个是还蛮大的问题啦。可是，妈，合体渣就是强，2000多万的火力，把给莫诺。那不过这边来讲的话是有用到那个道具啊 Supporter Memory， 我是啊 OK， 这不是应该是可以破百万的防御力了，哎 Yes Coco， 对，错了，这个样子才对，六条连接124万，哦吼，有下可嘞可嘞，嗯，对，就看一下紫桃红第一次登场。等一下，最好笑，如果是这一会直接把对面猫爆就好笑了，紫桃红连触手都没有。马吉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要这么狠吗？OK， enough。好啦，完全打败的889万，虽然说是有50%的彗星加四连必杀啦。auto shoot OK， 奥瓦利嘛就是这么个样子，还是不好用，妈可是好玩，不是很好用，可是好玩，好痛苦哦。当然这个是队伍构成还不是太好啦，等一下等之后应该会有蛮不错的表现再上阵吧，嗯，但是帅啦，他的防御力其实叠的是还蛮快的，这个才他第四次登场啦齁，还没行动之前就有100万，我们即使是扣掉辅助再加上扣掉他的那一个 supporter memory， 大概也是可以去到一个100万上下的那个防御力啦，我说才这么个几个回合，当有面对超细的敌人的时候，他叠防的速度其实是足够快啦，哎，算是足够快啦，嗯，不但不好用啊，只不过这边敌人的血太短，哎，回合数太少，只能说技术的合体渣实在是有够强大的，敲太快了，三两下把对面给爆掉了，骂，这个就是。我期望啦，他能在这一次的9周年可以有更多的表现啦。谈到梦中，不要一来就直接烤蛋，然后他连叠攻防的机会都没有，然后就被推出去了，这个就好惨哦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